广厦先跳到球，这有点想当然了，进攻犯规了，啊，给了阻挡。啊，其实我们看一下，他又有快攻的推进，又有助攻，嗯，啊，包括张继萌传给他的球，他能完成终结，对，啊，其实我觉得今天，所以说开局我们能够看到，凯撒的球队准备更充分，更胜一筹。嗯，吴金秋，哎呦，这个其实在空中有个对抗，内线博罗西斯没有空间夹击，胡金秋再来，哇，胡金秋难啊！这个球其实看到他脚步真是出色。火箭啊，提到了一个小甜点啊，是吧？张继萌也吃了一个小甜点啊，是吧？嗯，我说什么了？忘了。哇，漂亮！胡金秋啊，这次啊，吸取了上次被盖的这个送长的陈明辉，好球，这传的不错，顶开防守人。没有事，裁判认定正常身体对抗，躺船哈，好球，又是一次精彩的封盖，还是胡金秋的篮板，哇，真能抢啊！哎呦，厉害了，这太厉害了，确实像李指导投诉那样，刚才这个球在胡金秋上来的时候有犯规，啊，磕到地板了。躺着，你看把这个球传出去，这个球几乎是又快躺着把这个球打进，他竟然能钻出来，真瘦。就是吴科和贾成组成的错，还有时间看福斯森的好球啊！哇，这一通啊，这一通乱传，脚布置刘铮上来掩护，贾成换防，福斯森往里掉内线，这球推人推人，空飞镖似的啊，就看准了这个，哎，看准了你的位置往里啊，这球确实是一个犯规，哇！这球点上了罚球线，主宰比赛的一刻，第一罚轻了，哎呦，别紧张啊，也会叫暂停了，命中了，二罚命中，116平，吴金秋再转，赵岩浩，稳，敢出手啊，真稳，啊，这追平了，真，刘铮拉开空间，又是伺机反跑。夹击传出来，关键胡金秋的罚球线跳投，胡金秋19分了，太漂亮了啊！这个中距离跳投显示了胡金秋在中远距离的水平。这边多打少，布森突进来，还给，哇！这球打入犯规了。啊，你看广厦队打的细，就是突进去吸引你内线的防守收缩，嗯，然后呢找到防协防的那个人的时候，篮下一定会有一个空位的这个。直接改发球就手递手改稳点钻进来分打一个两分好球打一快速两分三嗯张继萌张继萌意思你别碰啊对出于对对手的尊重最后没打131-1265分的分差经过加时赛山东队在主场比赛打得大起大落最终赢下了强敌广厦Step on the land, I've got your hand